果店，果汁店，人家刚煮完咖啡要请你喝而已。你竟然讲这种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想喝，想喝加一。Yeah， 我做家己大人，我甲伊藏伫我心肝顶的。欸，大家好，我是苍阿能。我已经开始了，我现在还在待案中。耶，你是安？歹势，隔壁便当店的替问哦。你是安尼啦，就是最近这个人人之声粉 AM， 就罕得会当来到台南，所以伊若是有来，我会想讲尽量会当找伊，甲阿基会当做伙录音。好，对，感谢感谢，但屏东安尼一车沿路到台南的这個，我今日有行。哦，你今日有行，啊，更路艰苦。所以，今仔日咱要讲啥嘞？系，为，今日我下面开这個直播嘞，嘿，足简单。你今年是闰二月。看起来这个意思，闰月西当即到，嘿，西当即到，所以给你来开一个闰二月的228的直播，嘿，难得有229，对，难得有229，可能我们229谈228应该是合理的，对，合理的，嘿，因为今年有武汉肺炎的关系哦，所以有足侪都要伫这2、3、4月活动，足侪拢促销，嘿，啊，所以今年哦，我先由我开始啦，嘿，就是我今年多好，因为我3月甲4月活动拢无接到，就是因为有的是因为政府无补助的关系，因为伊的武汉肺炎的关系，所以伊有促销补助，所以被这活动都办无成，所以我有两条活动，确定是无接到啊，所以我自告奋勇，我有甲迄个熊店的迄个怪兽哥主理人怪兽哥，自告奋勇讲，我228一刚干来当。甲你做伙合作，伫恁的迄个商店的市集内底做一个演唱的动作。你的意思是佛心唱免费？免费？不要讲免费啊！明白？那个艺术是无限大的吼，无价，艺术无价。但是我讲这物件，这动作是致敬哦，因为我足少足罕有伫迄个礼拜东港有做演唱这个动作，因为礼拜不一定是。拜六礼拜，拜五，对啊，都要即今年的迄个礼拜是拜五，对，所以我讲，都要商店各地带人，所以我就感谢商店有即个机会有我呢，底下就会残酷。所以你的意思是讲，拍摄我还是用一点法语好了。我想说你开刀。来，因为我今天听完阿华师跟两人十号全程用台语，偶尔掺杂客语，我就觉得可恶。两人十号也是台语可以。对，哇，可恶，嘿，不管我们今天，今天的全部有输让有输定，嘿，再加强点是两人十号就对了。高攀不起啦，他们太强了，加强太强，一个心中的目标，对，好。然后，所以阿基，你刚刚讲，我其实很意外，我以为你会在228的时候，基本上你会是永远都每年都要表演，不是这样子。其实有啦，因为每当的礼拜的活动，伊那多好，不是礼拜的迄个周末的，伊拢会延后啊，不提早。所以很少会有多东港有做 N 球的动作哦，对，所以今年多好嘿，商店其实商店进场都问我啊，但是我也是做无用，因为多啊伫选举前后嘛，对啊，做无用，所以变无回一节回复，我讲啊无来回复一节好啊，就是会让家己做合作办一个现场演唱的这個动作，哎呀，那听众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听众就戴着口罩，还有戴着那个免洗手，干洗手洗手液，酒精对，酒精。我想听众就戴着参与，就是我们在致敬这些台湾为了台湾奋斗的这些前辈们，
的那种 心情、哦。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认真，就是你的表演这一次二八的表演，对，都唱严肃的歌曲。对啊，全部都严肃的，没有要给大家幸福温暖的台南，完全没有。我也想说要不要插一首灰鲸歌，想说、好像有点歪楼，我想说算了，哎、欸，对对对。而且我刚才在嘉琪有练了一下，嘿，我唱到快心悸，你知道吗？因为都歌曲都太紧了，对啊。那 M 哥要不要猜猜看，阿基会唱什么歌？应该不用猜了，不用猜都知道，不用猜都知道。我看过名单，就那些了，嘿。这次的歌其实都很。我觉得唱起来都很金，然后都很严肃。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大家过去在73年前的那些228台湾人是过了什么样的一些生活。我觉得应该就像我所想表达的那种情境跟情绪是一样的。对，虽然我们不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过，可是每当我们在 Google 这些资料的时候，其实都会有感觉。对啊，甚至还会看到哭，都是嘿，都是有过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情是必须要这样拿出来给大家。那我冒昧问，今年会唱风吗？今年不会唱风。哎，其实风这首歌也很特别，因为风它是一直在致敬那个汤德江啊，汤德江嘿，李叔啊。但是这条歌我当初会录的时候，这条歌诶所有的哦录的那一台电脑是一个台北的友人的，然后他已经搬回去了，所以。这首歌的原始档跟录音档全部都没有留哦，所以要就要重做啦，要就重做。其实我有打算要重做了，哦，现在又要开心战线了。对对，其实我有打算想要重做这首歌，然后其实我怕做出来没有像起初那时候做的这么到位，因为毕竟我那时候是配合的这首曲子所编的编制嘛，就是它里面的不是编制啊，就是它歌词的桥段。都是照着这个曲子，我最早听到曲子的版本。嘿，啊，如果今天要重做的话，我怕会，跟原本想要表达的那些情境不一样。没关系，我相信这对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就不是问题。哦，谢谢千咖啡的，这是台湾豆，台湾，我们哎、欸，我们第一次在千咖啡喝咖啡，喝台湾咖啡，对对对对对，嘿，对，千咖啡是一个果汁很强。果汁咖啡一样强，可是果汁真的很好的一间咖啡店。哎呦，超顺口哎、欸，真的假的？嘿，非常的顺口的，这个应该半磅可以有600的价值。哇，好，很强很强。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想要直觉提到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千咖啡的这个地理位置离汤德章的纪念公园。哦非常的近，这样我每次都会想到说，这样子转得过来。对，你怎么说要唱这首？离南二中也很近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说要唱青春？会，哇，就是会唱青春，真的要唱到心悸了。对 对, 對，要唱到心悸，而且青春还唱白色恐怖，这是心悸、欸。等一下，心悸啊？怎样？青春是心悸大战，心悸大战，真的是心悸大战。青春是男女中吧？男女中、欸、我你刚刚讲男二中啊拍谁男女中男女中对对对对对你男女中真的很近啊真的很近对对对哎、欸、我刚才讲啊就那个汤德章对对然后风这首歌我应该想要在现场放还是会放啦真的对就是在 setting 的时候对对对还是会放只是大家在网络上都听得到所以我觉得放是让大家可以更快的进入这个整个氛围有可能是放风，又可能会放白色的床，就是让大家可以先进入这个我的表演的氛围里面的。可是当天的设备，简单来说应该不是一个适合嘻哈表演的演唱的设备，因为它是两台那个喇叭嘛，两台那种对手提式喇叭。嘿，对啊，尽量啦，我尽量做啦，对啊，尽量让你感觉到我的心意。我觉得两个喇叭对你来说应该很够啦，真的吗？可是它是在户外哦，对啊对啊对啊，就很怕它的视听范围收听范围有限，嘿，说不定市集人很多就很吵，对对对，很吵，然后可能就会变得听不懂不到这样。没关系，尽量，我尽量嘿，毕竟这是免钱，我还是很有信心，就是那些很吵的人听到你唱歌都会静下来。对对对，希望我是听得到鼓声的，就
很怕他人太多，不要先不要预设这个，就很怕当天的那个环境太好，对，变成嘿，好没关系，嘿，关关难鬼，关关鬼，有，所以。Hey. 在我们全场都戴着口罩看着你，你不会觉得很严肃？不会不会，我也戴口罩，戴口罩怎么唱？不会啊，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因为毕竟台湾现在的防疫做得很好，然后大家还是要有那种警戒心，对啊，因为台南也是有一例确诊，嘿、hey. ，对啊，所以他有去过哪里不知道。对，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嘿，为了台湾好，为了大家好，就是尽可能就防范措施做好的，对啊。可是据你之前的贴文，你的礼拜五228当天是有在林家肉燥饭。对啊，林家肉燥饭是不放228的，对，除非他礼拜天。对，所以我那天应该是炒完肉燥就。会赶到台南文创园区，对，哇，也是这件事我很常做，哇，哦、很多表演都这样，很习惯这样子，中离，很习惯中离的，对对对对对。那一天星际大战的阵容是什么？除了青春白色恐怖，应该有白色恐怖吧？有，一定白色恐怖是一定要的，然后青春，然后武装奇异接天空博，这其实就是很常表演的歌单了。然后还有一个是末日，然后末日是我很久以前的表演的开场，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开场。然后它里面讲的这首歌其实最早是跟那个国华街那个魏公子老威魏公子一起共同制作，然后副歌他写，我觉得写得非常好。然后我想说，这首歌很适合开场。然后我以前有用过开场，然后今年我也想说拿来用一下。他也很适合在讲，他其实在讲台湾的政治氛围啊。哦。对，然后我觉得蛮适合，就用拿来用一下这样。哎呀、啊，所以那天会听到末日啊，也很久没唱了。我记得最后一次唱应该是在内地摇滚，真的很久了。超久哎、欸，内地摇滚是什么时候的事啊？2017了，两三年前我忘了。2016还2017忘记了。对对对，内地啊，在那个南投集集，对，哇哇哇哇，对，很久很久没唱了，这次开我觉得有怀念的感觉，在盖在家里练歌的时候，怀念哦，这酷我超级屌啊，哎，歌词没忘哎，所以 OK， 哎，对，其实我觉得228做这件事情，因为全台湾其实有很多活动都取消了，所以我觉得。而且熊店他，主理人又是高雄资深台派，哇，对，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是双方达成共识，嘿，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做这件事，嘿，不用再因为骂脏话会被主持人提醒，对，这种舒畅的感觉跟在那个科仔聊是一样的，嘿，因为那时候我在科仔聊表演的时候，表演白色恐怖。然后我在私底下我就问那个主办，我就说：“我这首歌里面有脏话，哟，尽量撤，尽量撤，加我的所在尽量撤，不要紧的哦，哼，撤我大声，对，所以当天会有脏话，如果有那个未满18岁，对，如果在身边就把他耳朵在那个 moment 就把他耳朵捂起来这样。哦，你这样让我想到，其实听过收敛版的白色恐怖。”就那个地方放掉吗？对，没有在骂，然后很 peace 这样子。没有，我那时候为什么会放掉？因为我之后也会放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有想的，我这样打岔，你会不会等一下忘记要怎么讲？不会，我只是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放掉？为什么要放掉？而且我最近放掉有一次是在那个激进的那个竞选活动上。喜欢抓侧尾出来？我们是侧尾出来，我是把麦克风扛来，嘎打这这会扯。你知道吗？我是放下来跟大家一起唱，一起骂那三个字，我觉得更有感觉，所以我今年也是这样做，以后都这样做，我觉得很有感觉，就是放掉跟大家一起骂。其实我身为一个，因为你在唱激进党那一场，我有在直播的时候看，对，但是麦克风收不到你的声音，哦，对，对呀、啊，这样直播的人就听不到了，你说骂掉那个地方吗？对呀、啊，可是我是放掉，我很大声骂，对啊。没差啦，大家现场感到。现在澄清一下，就是你不是收敛，而是你只是要让大家，你要听到大家的声音。对，
就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那直播的一个重点就是来看现场更好看。哇，对不对？对不对？你看直播可能没有感觉，可能来看现场就会感觉到我现场骂得很大声这样。可是刚好提到直播，就是228这一天是，嘿，还是要直播啊，还是要播一下，因为毕竟你的粉丝们都说，很多人都已经先跟你讲了那一天他不会到哎、欸。对、欸，我很少看到就是大家这么想出现，再先讲好说我不会到哦，不要跟不要期待我会出现哦。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看到他们，我就觉得哇，这个如果能够直播让他们也一起在线上，对对，跟你一起，可以啦，可以啦，我觉得可以，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免费的活，一个免费的演出嘛，然后我现场也不会有任何盈利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播是可以让更多人看到。等一下，你这一句话，我不认同。怎么盈利？为什么现场不盈利呢？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好卖的。还是恐怖专辑拿出来？那个已经剩没有几张了啦。真的、哦？那就对，那都有缘了啦。对啊，因为我其实我白色恐怖还有一些没有包装的，可是那个包装它现在是在一个很匪夷所思的地方，那个东西存放的地方是在一个。我很难联络的一个地方，我必须要去跟他联络，所以才可以拿得到。可是我现在手头上是还有两三张是已经包装好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拿出来做这件事好像又失真，失去我原本的意思，嘿，所以我觉得阿西规矩东规矩东卖这家工作，对，大家来来参与阿廖，我演唱你听歌，阿廖我这会去这借致敬的动作。那如果有人在台下听了觉得很感动。现场拿起现金包进红包里面拿给你怎么办？就是嘿，今天你的表演费观众出。哇塞！你要暂时是还没有遇到这个，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动作哈。学稳，学稳。从来没有遇过这样子嘿，所以我暂时还不知道会什么处理方式。应该是没啦，应该是没啦，应该是没人这么激进。因为我觉得，就之前在听。929撑香港的那一次阿基的表演，那个现场的张力会让人真的是印象深刻你就会觉得说哇，阿基为我们这块土地的过去做了那么多事情，没有很多啦，你在台下听得很激动，你还能够为永远都做不够了，永远都做不够，你还能够为他做什么？你看他现在还是这么谦虚，你还能够为他做什么？我们除了拿现金砸你，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觉得如果现场买不到专辑也没关系，买不到有声书没关系，因为我们在228的晚上应该会做一个，就是把有声书里面的两首歌曲的 CD 版本哦，直接上传到 YouTube 我的频道，对，因为我频道其实太少人在订阅哦，要冲订阅做一些事，没有啦，一方面就是让就是没有在购买那些数位平台的那些朋友也可以在 YouTube 上听得到，然后因为这首歌我可以正确给他制作歌曲的时间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是白色恐怖诞生的时候，哇，他已经七档啊，嘿，所以我刚刚应该爱这几个动作，就是坑你 YouTube 尽管吼无偿让大家去收听了嘞，就是反正你也不想卖专辑了，你干脆就放出来让大家听。对啊，钱，不要说到钱啊，刚感情。可是我觉得我这张专辑所获得的价值应该都够了，就是我觉得不是金钱上了，可能是各方的资源跟每个人的鼓励，或是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跟我所。看到的每一个视野，其实它都已经赋予我更多的价值。对啊，我觉得做这个有声书真的是人生经验，可以画上一个成就解锁。真的，真的，好励志那句话。真的，真的已经不用在乎，不用在乎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对，所以他到底花了多少钱？对，如果是加活动。哦，十来万，嘿，十几万我真的不知道，十几万了，是。可是我觉得 OK 啊，哎呀、啊，当年你烧了十几万，啊，你后来有赚回来吗？好像赚了七八万，对，还有亏七八万。可是我觉得都，我觉得这都不是重点，对，重点就是之后我所遇到的每一件事，这才是最大的重点。对，因为这首歌认识了谁？这首歌，对，
谁认识了我？恩哥举了手，这样子。对对 对, 對，没有，因为这首歌认识了谁，跟谁认识了我，跟这首歌获得什么样的表演的机会，这个都已经是太多太多了，这个已经不是用钱买得到的，对啊。今天哦，你说的这个我也很认同。当初我会知道阿基是我在东北的木桃厨房，然后他就拿这首歌放出来听，这样子。对，我就说啊，这个是嘻哈歌曲吗？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对嘻哈一点都不了解，这样子，就开了眼界。因为我以为是要像董北那样子才算是一个嘻哈歌手。如果这首歌论是不是嘻哈歌曲，它介于是跟不是之间。哎呦，哎，这个梗好像有点老了，介于是跟不是之间。啊，为什么？你说怎么？你说这首歌是不是嘻哈歌曲？对啊，为什么？因为它有太多元素都不是嘻哈的元素，可是我觉得嘻哈吉他包容性，你可以说它是饶舌歌，也可以；那你就说它不是饶舌歌，也可以。对啊，看人的，看人怎么觉得啊？对啊。你觉得它是饶舌歌吗？燕哥？它是艺术。哇！你刚才想很久了。对，憋很久了，终于轮到我了。对，我想说，你看，你竟然可以中途离开去上厕所，应该给你一点参与感。对。我觉得如果你要论我现在这几年来听下来的嘻哈歌曲里面，能够每一次听都极度的引起情绪，然后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要好好听歌，白色恐怖对我来说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好好听歌，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听。哎，真的。对对对，我现在有时候我看白色恐怖就这第二版的剪辑，现场剪辑，我就说看都还是看到哭哎，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放太多心思在这个歌曲里面。你，我觉得你看到的是一些历史画面，你可能看到的是制作过程，可是我看到的是经历，从2013年，有在表演白色恐怖到现在2020年，哎呀，你中间的过程啊，对啊，有感而发，真的。所以你的意思是，就是现在的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找到的白色恐怖都不是 CD 版，不是 CD 版，嘿，它是现场收音版，所以三版都是现场收音版。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真正 CD 版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有 Spotify 跟那个 Apple Music， 可能就有，还要特别去找。对，特别去找。对，对。所以请大家务必到阿基的YouTube 频道。YouTube 频道按订阅就会收到他的白色恐怖加白色的窗。对对对对对。然后好像白色的窗也不是现在目前有上传的，也不是完整版。对，上传是他是为了那个活动做一个活动记录，然后他因为为了是要刺激消费，所以我们截了一段掉，所以他听到完全不是完整，而且后面还有那个加上那个郑庆华叔叔的那个讲座的声音。哦，所以 CD 版是没有郑庆华叔叔。对对对对，没有郑庆华叔叔。结尾就是那个，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样我觉得郑庆华叔叔那一个讲话对谈很加得很好哎。对啊，可是我没有，我觉得这就是多方版本，可以再重置第二版的。没有没有关系，如果你要听庆华叔叔那个部分，你就去听那个那个活动剪辑的，对啊。OK 啦，多方听觉啊，不一样，对啊。我刚才听你讲说这个专辑要不要赚钱这件事情，刚好前阵子听呱吉跟那个火烧岛的宏志在聊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哎，要不要来我家听众？对，没错，宏志好像就是认为他完全没有想要用专辑赚钱的意思了，他早就已经看破，他觉得他已经不是那一块料了。对对对，所以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他音乐让更多人听到，这就是他创作的目的。如果加上音乐不是你赚钱唯一的工具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对这件事情会更肯定，对，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对啊，啊，相信宏志他就是二班的那个成员嘛，他应该也是在靠二班工作赚钱，对，所以他应该也不是靠音乐赚钱，哎呀哎呀哎呀，辛苦了音乐人，真的，哎呀，那 M 哥你觉得呢？你觉得应该要，你对这件事情看法是如何？这件事情的看法，为什么要问我？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先给唠一下。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要不要靠音乐赚钱这件事情，问我干嘛？我觉得没有靠音乐赚钱的很多了，
因为而且我觉得很 respect 这样的角色。像我所据我所知，像那个现阶段的小人，小人他目前为止就是这样，因为他毕竟他有一个大家认为的铁饭碗，对，虽然他花很多心思在这个工作上面，对，也没什么时间可以做歌，可是他最近真的是火力全开，哇，对，希望他有第二张专辑可以产出，有呛虾嘞，说今年一定要做出来，他应该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明年的。哦，对，我觉得，因为他你说今年吗？2020。哦，我之前有跟他聊过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确定的。你要变暴雷王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定，他是很想要跟他现在所带的班级一起毕业，然后发一张专辑。哦，真的暴雷王，这个他是不是自己没有讲过？以上言论不代表我本台立场。一个想法，对，有可能他提早发，大家开心最重要。对。今年真的是发专辑的人很多 ，BR 也发了，蛋堡也发了，李彤又发了，哇！对，希望大家都会有很棒的，对，很棒的那个。所以刚好阿基也发了他的旧专辑，呼应一下这样子，对，呼应一下这个嘻哈那个大产业，对，大家都把产业链，嘻哈产业链里面的，对。所以在这边诚挚的邀请大家，就是28下午4:30到5:00。台南文创园区。你说只有半个小时够吗？你刚刚讲的歌曲真的够吗？我知道是不是有一个街头艺人？对，5:00后吗？对。哦，所以不能超时。你叫主办单位怎么办？我很搞哎，怎么办呢？没关系，我可以跟后面那个街头艺人协商一下，超时应该是没关系的。对，按口曲喊起来。我觉得他应该会觉得说，我靠，你唱成这样子还要上台吗？我跟你说，我真的有遇过这样子的角色，我忘记我哪一场活动，然后我后面其实还有两组表演艺人，然后我在前面表演了，然后最后一首歌也是，我先前提之下，那一天是一个市集，而且他也不是什么政治的场所，所以那一天的表演的那个街头艺人是，非常的安逸，然后稳扎稳打型的那种小清新，对，小清新，对，小苏打绿那种，对。然后我唱完了《白色恐怖》，我转过去，我刚好看到那个下一团在那个 stand by 的街头艺人，他的面有难色，我干，知道怎么唱啊？场面已经被我搞了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在这边是非常的诚心的人。道歉，就是所有在我后面表演的每一个歌手，对，每次都把你们搞场面都搞得非常的严肃，对，献上120,000分的歉意，这样。你适合做压轴，真的，你是真的适合做压轴。可是压轴唱那种心都挂在那边，很想赶快唱一唱，赶快跟大家一起下来看演唱会这样子。对，我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对啊，好，对啊。就是在2月28号下午4:30，在那个台湾文创园区熊店，会有我的演出。然后，隔天在台北有一个自由台湾党所办的一个游行，在那个义光教会。所以你也会去？我不会去啊，济南教会还是义光教会，我也忘了。自由台湾党办的活动，对，自由台湾对，他们有办一个活动，然后是一个游行，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共襄盛举啦。我是有刚好看到这个讯息，然后想说，呼吁一下这样。呼吁一下，就是应该，其实28应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连假，可是对，我们还是得要回到他当初为什么要放假是。对，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放假，要知道他背后的意思，因为28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对。我们有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安逸的生活跟，自由的言论，其实都是，它是有脉络的，得来不易啊，得来不易，对，不管是228或是建时期跟后期的，这样跟战役化的牺牲，这其实都是有它的故事背景在。我觉得好像可以 ending， 但是我又想到一个问题，还要问你，所以先别 ending， 就是你会期待台下的观众是什么样的表现？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次台下的观众的表现，其实都跟我心里面想的是一样的，就是大家都是安静的，然后
看着我的满出来的情绪在演唱《白色恐怖》这首歌，然后其实我觉得台下如果有跟着唱，其实我会更欣慰一点。哎呦，对对对，划重点，跟着唱。没有没有，更欣慰是因为我每次都会有看到有跟着唱，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那是不是跟着唱的那个比例可以再拉高一点？因为我其实歌蛮难唱，所以如果有蛋底拖咖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帮你搭一下腿，对，搭平一下就好。对对对，都 OK 的，都 OK。然后其实我一直很想就是告诉台下的听众，如果真的是为我来的啦，对，因为我每次表演，我右手都会绑一个头带，然后我其实很想看到有些人都会去做这个呼应的这个动作，可是每次表演都每次都没有看到很多。大家要携带头带过来，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为什么会想要绑头带在我的右手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每次的表演都是一个诉求，就算它不是诉求，它至少也是在告诉人家一些我的创作理念，然后我的创作理念其实就是在讲台湾所发生的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一些故事，所以我在绑那个头带是有他的意思。然后我希望就是希望啦，如果你家没有也没关系啊，对。所以现场有卖头带？我没有卖头带，可是我现场会送头带。哦，头带是我在去年也是自由台湾党所办的一个游行，叫做叫什么忘了。然后他们，你就把他扛过来？没有没有，他们有寄，因为他们有做很多，然后有寄来给我的。对，上面写什么？头带上面写什么？哇，新国家运动，新国家运动，新国家就是在我头上绑的那个啊。对，他们有做很多条，然后我那边还有很多，然后我那天会送给大家。好，对对对，也感谢那个那个自由台湾党，自由台湾党，对他们有赞助的头带。好，嗯。那就大家28见，如果不能到现场看直播，看完直播到阿基 YouTube 按订阅，然后留言，拜五四点半，直播的平台，阿基的粉专，好，对，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情，阿基的这一个 YouTube 版本的专辑跟他的原声的 CD 好像有点不一样，刻意的想要用的不一样，对对。其实也都一样啦，对，就多一些想要告诉人家的事。有一个小 bonus， 你不要以为你在 Spotify 听过就不用来听了，对对对，一定要上来听，对对对，就是硬要加，对，那就我们现在也非常感谢光光老师，路过的光光老师，哎，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来跟光光老师，对，最后拜个 Apple 四点半，嗨，上电，感谢大家，感谢，对，拜拜拜。